哎呀，四十颗苹果了，我们可以再多活几天啊。嗯，走这里，好，出发。哎，他这边安全，只要守这边就好，守这一面就好了。哎，二十级了，好了，我们还要继续刷吗？还是去打王啦？哎、欸，他不会再加了、欸，哎，就维持80%了、欸，哎，也是啦，你超过100%啊，不就，真是射秒当机关枪在玩、欸。哎、欸，左边会卡住、欸，哎，好爽哦、喔。可以多苟几天啊！我想再去找人。啊，我刚刚的想法其实是14等。这个换这个，这样子，然后这个换。这个，这样子，我至少冰的速度也比较快啊，狂冰。没有营救任务。啊，这个现在没有都出现三个五星任务的啊，之前紫色的任务。现在没有出现了。就在隔壁耶、欸。
苹果，三颗苹果。这里吗？真的耶。我看这样会好一点，因为想说给那个，如果你冰冻那把枪换弹速度快的话，那应该就是算控场啊，就是狂控场。这是我的想法，你要么就是控场快，要么就是伤害高打得快。上面做个老太太，哎、欸、不行哎、欸，这场又打嘞，扯了扯了扯了。好像啊，对呢，我游戏名是不是要掉？那我等我一下下，游戏名称、属性，这款叫啥？DEADLYDAYS， 这款游戏叫这个。新道具，对啦，刚刚要这个啦，我刚以为是这个，换这个。我在等，又有空，又有嘞。我其实在等那个啦，看他会不会再有那种休息事件，提升我的武器等级啊什么的那种。然后其实我不用消掉这个，你看0000000更没有伤害，好爽哦。七间屋子，七间屋子，一，三。还是没遇到欸，我想要医疗兵。
欸，有用欸，我的兵一直射出去欸。布朗姆的大狂敲。就这一个多小时都看我在这样刷等级。好卡哦！哇，五五，他僵尸只会有三种呢、啊，所以不会有第四种僵尸。好了，卖一卖啦，一直等不到那个休息事件。可是没有出现紫色哎、欸，之前都有紫色的。该不会可以开到九点吧？对啊，哎呀，这个加威胁我是没差了啦。来来来来来，加四颗苹果嘛。幸存的获得更多经验。啊，决定。啊，没有问题，决定。啊，不能再买了、哦。什么张逼富的？那是什么游戏？我等一下来看。啊！再一个幸存者，再一个就好。我再一个幸存者，不对，我要再两个，二四六八。
复制一下哦，看一下这款什么游戏。Steam 精选，哎，41块钱呢、欸，哎、欸，很像哎、欸。先加入购物车，好，人数无上限，是碰一下就死掉，对不对？没有。之前有一个手游，每次看广告都看到，就人跟人互相感染，那不知道怎么感染，就是那个人会变成你的人，然后就开始打掉其他对手。哦，医院嘛，医院嘛，医院，射这边，到了。找自动贩卖机。嗯。什么？用苹果换的啊？还好，烂东西。我觉得我们差不多了，我们认命吧。啊，车在哪？都在这。虽说认命，但是。我还是情不自禁的运气好，就到小屋之内就会帮你定期补血。这个游戏的一个医护兵就是你只要杀死一只怪就会回复周围生幸存者，所以我也很喜欢那个。还有神父也是，神父也会回血。但我就是刷不到。差点死，不行，都到这个时候就卡了。啊！
哦，这个找到了。我换这个啊，不是啊，这个换掉，这个换这个。找到了，这个好像这个就是新的东西。还是没有，还是没有。哎，好像也不会有那个休息事件了。哎，已经玩那么多场了，觉得是差不多了，我们可以去打 BOSS 了。而且没有新的幸存者了。我们永远欢迎新的英雄。哎，我要叫狗狗出来。数字剑舞，还是等晚一点好了，等那个夜晚的时候，这样看比较有用。